独特的油画创作结合声音、投影，创造出沉浸式的展览空间。简明正，台湾艺术家，曾担任广告公司执行创意总监多年。2013年，为了实现年轻时的艺术梦想，开始在闲暇之余画画。主要的作品包含油画、雕塑、影像及装置艺术等。在广告界多年的经验，让他的作品充满温度及故事，风格也特别醒目。2019年1月，他带大家穿越欧洲的文艺复兴，透过吻的印象，诠释向艺术大师们致敬的创作殿堂，并于当年4月获得纽约艺术博览会最佳创意艺术家，5月台北当代春季沙龙展得到台湾收藏家票选，值得收藏第一名。年底时获得广州国际艺术博览会最有潜力艺术家奖，更在2020年入选全球当代艺术50位艺术家作品之一。这一次在文化大学推广部展出的《我们都是被爱而生》个展，展览共2区，展出约50件作品。除了可以欣赏独特的艺术创意油画作品，部分展厅与作品还运用灯光、耳机、感应器等互动，更结合投影、声音和气味，创造出饱览的沉浸式展览空间，增添神秘和趣味性。时方新闻记者赖依荣台北采访报道。